配银环，多用玄玄丹，鼻子芙蓉面。一号可以下去准备接下来的比赛了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二人转总动员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少儿组第19场比赛。今年的依然是有3组选手和上期擂主共同角逐本场的擂主以及1000元的擂主奖金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，那接下来是让我们共同进入多才多艺。二人转视频手机提醒您关注比赛规则。多才多艺，此环节为选手的才艺比拼环节，由现场120位大众评审进行投票，得票数最低的一组选手将被淘汰。哎呀，看他们俩唱的跳的真卖力啊，而且台下童老师鼓掌鼓得相当卖力了。那童老师，这样给两位孩子刚才的表现点评几句。这一对小孩，尤其这个男孩，他要不唱二人转，就这条小嗓子要不唱非常可惜。就是我建议这个小男孩一定要把咱们二人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你很有发展。现在咱们所差的就是缺少二人转的丑相，二人转得撒开，包括你前面那段舞蹈，是吧？哎，女孩挺媚气的，你看形象啊什么都挺好。就是你应该什么叫以二人转的形式，在以后的演出当中，你们俩应该把这个才艺这个环节，应该建议啊，应该往二人转的这个才艺上靠一靠，我感觉会比你们这段舞蹈会更好。永远支持你们俩。拿着话筒大声的对童老师说一声，童老师的话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有请下一组。
的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这一上来这么多人，我还以为是保洁员来了呢，后来一看不止啊，大夫什么都有啊。这样，你先把墨镜戴上，让我们再看看。吉林版的鸟叔，不是鸟婶，不是鸟妹。好了好了，可以摘下来了。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非常的棒啊！我觉得现场整个就被点燃了一样。那我们听一听，张寅老师吧，来给他们点评一下。我这次啊，我这个来到吉林电视台啊，我又有一个对二人转又一个看法，就是又有看法了，就是我们吉林的二人转现在已经走到东三省的前面了，因为他这个我看到这帮年轻的选手，这个小孩啊，从娃娃抓起，这个吉林做得非常好。我很欣慰，就是我们的二人转后继有人了，这些孩子们如果真正起来，比我们还火呢，尤其这个。这个得说是大胖胖丫吧哈、哎，他这个表现力都是有男性那种特征，声音化妆和他的形体化妆非常好，这个女孩啊很有活力，不错啊，继续努力。好，谢谢张寅老师，谢谢，真的是刚才现场我觉得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开心啊。那接下来我们把上一组选手也请到这个舞台上来，现在我们现场的120位大众评审将是你们行使权力的时候了，来投票开始。把你们的手高高举起，告诉我们你们支持的是一号还是三号，来。几号？几号？几号？哇！不管是一号也好，还是三号也好，现场都是有很多的支持者。来，现场的朋友们，5秒钟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，投票结束。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抓紧时间统计这个结果，一会儿让我们看看谁表现得更加出色一点，谁更受到现场朋友们的喜爱。我们此时此刻所有人的心都跟着这个镜头，都跟着它缓缓地移动，我们一定会记忆犹新的。结果就在我的手中，朋友们再次告诉我，你们支持的是谁。我先对三号说一下吧，在现场有57位观众支持你们，但是可惜这个票数没有过半。而在现场支持一号的，支持一号房洋洋和贺家伟的票数是34票。来，掌声恭喜我们的三号进入下一轮，谢谢。一号，虽然说你们今天也很努力，而且这个跟头翻得也很好，让我很羡慕你们能有如此轻盈的身材，但是可能我们比赛嘛，总是要有一个结果出现。告诉大家，你们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我感觉没什么。会不会有很失落的情绪在里面？没有，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登台，也属于。能发挥到这样，我感觉自己很不错了。好，很有信心。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：如果说明年的时候继续来参加我们的比赛，觉得会不会比今年要好呢？那肯定比今年好。还会继续努力，对吗？对。那这个小女孩，洋洋。止步于此，对自己失望吗？不那么太失望吧，因为这次我感觉我自己发挥的已经很好了。希望你们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心，充满信心的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去做更多的事情，也希望你们，也祝福你们
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功，掌声欢送一下，谢谢。为了缓解一下这个最后环节的这种紧张气氛，我们邀请我们现场两位非常优秀的评委老师，佟长江老师和严淑平老师，为我们来一段怎么样？两赛季未曾说话，回家转，盼问盼问家中的大姑大，想当年咱们家住在什么府，然后搬家什么庄，什么庄村修宅院，修的是什么门楼，什么部落的墙，那楼盖的高来高遮日月，那楼修的矮黄太阳啊，那楼盖在蛇盘地，那楼上啊，这一宗这一件，你要打的对。梁子玉未曾说话，站立大堂啊，连叫声同胞小妹细听宗长啊，我爷说是你的大哥还家转，你偏要盘问家中的大勾当，我记得想当出咱家住在魏魁府，然后搬家梁家庄，就在那梁家庄前修宅院，高大的门楼迎不落的墙，铜楼盖的高来高遮日月，西楼盖的矮黄太阳，南楼盖在那个蛇盘地呀，北楼盖在那个卧龙岗上，五座大楼有四座，这穿心大楼盖中央，总总渐渐我答的对不对，楼上
凤凰啊，什么人杀草去喂马，什么人扎上罗裙下厨房，做来两碗什么面，孝顺谁的二老爹娘啊，这一宗这一件你要打的对，我能认自己大哥转回家乡啊，咱俩是一个娘啊，府逍遥楼上饮美酒，咱的母子在楼上歇阴凉，大哥我在文明楼上就把那个子曰念，小妹你万花楼上绣花鸳鸯，小丁魁铡草去喂马，素面孝敬你我的二老爹娘，总总渐渐我答的对不对，咋不认子玉大哥转回家乡啊，咱俩是一个娘啊，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欢快了很多。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攻擂方和守擂方谁能够勇摘桂冠。二人转冠名手机提醒您关注比赛规则，勇摘桂冠此环节为攻擂手与上期擂主的终极比拼环节，由评委和大众评审共同投票产生本期擂主，120位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60%，评委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40%，得票比例最高的一组选手成为本场擂主。
说你就不念叔嫂之情，你一点也都不心疼啊，嫂嫂啊！谁能够成为我们本期的擂主呢？来，让我们共同注目着答案，向我们缓缓驶来。